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上次是讲到啊，归敬生宝记。那前面讲到啊，这个生宝啊有几种啊，就是学无学忍啊，我们叫做四双八倍。那所谓的生宝啊，它基本上其实就是啊，就是四双八倍都是所谓的圣者。那这些圣者的特点啊，就是啊断这个烦恼啊。那所以这里讲，或有爱种，永以尽我所寂灭根意处。最重要啊，就是能够称为圣者，主要就是断了我见啊。那以断我见啊，那么就是得圣果，成为四双八倍。那最后啊，就能够断生死轮回啊。那前面讲的是啊，所谓的生宝的种类以及啊它的内涵。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啊，这个是上次讲的。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为最上，起手增进大德身。啊，这里主要是在说啊，这个生宝啊，它能够断烦恼，那能够得解脱，出生死轮回。那么主要是啊，他出家修行，那么具足啊戒定慧解脱之见啊，在讲这一些，那么是所有啊所有的众生中啊，那么是最为上等的啊，所以我现在啊顶礼啊增进大德身，这个增进就是圣意身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先来讲以舍世间诸事业。那这个是所谓出家众啊，出家僧啊。那先来看啊，对所谓的世间事业啊，对所谓的世间事业啊，我们先来看这个。那一般来说啊，世间事业，简单的说啊，就是四种啊，世间事业。就是四种世间事业，大毗婆沙论里面讲到四种世间事业，就是我们说的工作啊，是一般我们说士农工商啊职业。那这里讲的四种是农作啊，就是我们讲的农商务商啊，庸作就是工啊，这边就是农工商了、啊、一般的了。那么自在可能就是我们类似讲的自由业啊，那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比如说你算命的啦啊，或是你是大户长者，你是这个请人家来做的啦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种啊，比如说你医生啊啊，那医生他基本上就可能是比较又属于就其他的。那世间上所有的工作都包含在这四种里面了，那其他的就自在啊啊，比较我们想的就是说他比较自由业的啦。好，那这个叫做四种世间事业。那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啊，就是说出家众舍世间事业啊，出家啊，他基本上离他的家，然后他也不用在家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所谓欲解之心嘛，依他活命，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那么从他所得啊而存记而生活。好，那他如果简单讲就是四种啊，就是我们的工作了啊，就是不再有世间的工作，因为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生活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出家众不太一样啊，因为你除了自己要生活，你要照顾家庭，孝顺父母，养子女啊，等等这一些了啊。但是出家众他的目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证命的范围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对在家众来讲是正命，但对出家众来讲就不是啊。那依瑜伽师地论来讲啊，见色则
那基本上讲的所谓的世间事业包含第一个就是说出家包含这四点这个等一下我们阿含经里面常常都会讲足信子或是善男子善女人正信出家然后就讲这些就是剃除须发身着法服或是着坏色衣或是着袈裟然后正信出家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内容因为这些人把它讲起来是这些第一个舍世俗相好舍世俗相好这是我们讲出家跟在家的差别出家跟在家的差别在哪里那这里讲的是功就是归敬身宝那身为什么是宝然后它的内涵有些什么不一样它的种类它的外在的形式跟内在的形式有些什么差别是讲这个好第一个舍世俗相好舍世俗相好基本上就是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或身披法服就是我像我们这样这个头发剃掉了跟在家人不一样须发剃掉然后穿这个出家的衣服穿这个出家的衣服这个舍世俗的相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叫出家相那么第二个要舍活命就是生活当的世间事业你买卖啦耕作啦做工啦这种种的就是我们讲这四种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教经里面的四不得一教经有举出家人跟在家人最大的差别那出家人可以做的在家人不能做那有一些是连在家人都不能做的那就是你要远离这一些你一定要舍离这一些你才是能够算出家人那大智论里面又提到阿含经也提到就是那真正的出家人除了在外表上不一样他在内涵上也不一样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先讲这个所谓的世间事业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一般我们叫做职业世间赖以生存的工作啦生活方式啦那这个叫做农作商务庸作自在自在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自在我们说就是类似这个就是农工商自在有一点就是自由业就除了农工商之外的基本上都把它可以把它归类到这里啦因为都是世间事业嘛那么世间事世间业嘛事业那么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叫舍世俗的相好就世间相世间相衣服那么头发那衣服的话不是世间的衣服衣服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数量它的质量跟它的颜色款式那么这一些要跟世间有别要跟世间有别那而且它有限制质量不能太好数量不能太多款式它就是一块布它不能太花俏那颜色不能太鲜艳就是它的颜色款式那么数量质量它都不能像世间人一样追求美好追求高品质不可以这是所谓的在家跟出家第一个从形象上的差别那么从拥有这些东西它的要求也不一样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识别身份你就像这个衣服基本上就剔除须发外道也剔除须发那么有一些沙门集团它也是剔除须发那么但是外道穿的衣服跟佛教的沙门穿的衣服也不太一样就好像世间有很多职业这种职业我们叫制服嘛护士啊医生啊法官啊邮差啦那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军人啦那你一看就知道那容易辨别那我们说衣服我们这个叫袈裟坏色衣它最重要的就是别身份这我们也顺便讲好了衣服就是衣服我们的衣袈裟三衣三衣那最重要的衣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最主要有四种作用那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别身份识别身份那人家知道你是耆那教的是佛教的那这个归敬身宝记它主要在讲现在在归敬身身有分这里的归敬身宝记
前面是归敬佛宝嘛，法宝，那身宝，那身宝它有分啊，声闻身跟菩萨身。那现在先讲声闻身啊，现在主要在讲声闻身啊。那身的意思其实是身的意思其实是身团啊，叫做和合众。那这个众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我们叫做同行同愿啊。那同行同愿同向啊，那就是同思同一思学啊，如水如何啊，基本上这个叫做和合众。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一啊，这个一啊，因为衣食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就是说四件事业。那啊，一最重要的就是一最重要的有四种啊，四种作用。第一个叫做别身份，识别身份。穿这件衣服啊，像我穿这件衣服，人家就知道啊，这个是出家人啊。但是如果我去泰国啊、斯里兰卡，我穿这件，你就知道哦，北传的出家人、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一最重要的是别身份啊。另外还有啊，就是遮身丑啊。啊，因为我们没有穿衣服就不能看啊。那耆那教啊，那么也不穿衣服，那有些外道也裸体，叫裸体外道啊。那世间人不穿衣服也难看啊，又叫遮身丑。但最重要别身份，另外还有就是遮身丑啊，那比较不会那么难看了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御风寒啊，像为什么会制三衣呢？因为两件到晚上的时候有点冷啊，所以就多一件大衣啊。那么你没有你这个衣服，那基本上有御风寒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它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防蚊蝇，你如果没有穿衣服很容易被啊这个干扰啊，那么蚊子啊、苍蝇啊、蜜蜂啊、什么叮啊，然后干扰，然后这个小虫咬啦啊，类似像这种的。那么这个是衣服的主要作用啊。那我们现在的衣服有一点点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了啊，就是说比如说啊，穿袈裟啊，然后这个袈裟不能带进厕所啊，这个袈裟只有做法会的时候才穿啊，那个已经跟就是说我们现在北传的三衣已经跟原来佛陀制的衣的那个作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啊。好，那这个字我们就顺带讲的了啊，就讲这个啊，别身份遮身丑啊，防蚊蝇御风寒。那现在来讲啊，这个《瑜伽师论》里面讲到啊，这个出家众跟在家众啊，主要的一个差别，舍世俗相啊，就是剃除须发，着坏色衣啊，着袈裟了啊，身披法服。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这《阿含经》里面也有讲。第二个就是舍掉世间这种四种事业，就是你不再做世间的工作的，你做的不是世间的工作。这个大比婆沙论说，舍世间事业，唯以乞求为业，啊，你就是乞食。那么乞食是代表性的说法，包括衣服、卧具、医药，都是乞得、乞求得来的，啊，那么都不是你去赚钱然后去买来的啊，不是啊。然后第三个啊，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要舍，啊，现在就是因为以舍，到底要舍什么？就是说你出家到底是舍些什么，你才值得恭敬啊，你才值得恭敬，你才能够成就圣道，你才能够成为学无学，前面讲的学无学，你才能够断烦恼啊，断烦恼才能够成学无学嘛，学无学才是真正值得归敬的，值得归敬的身啊，主要在讲这个。好，那舍歌舞等人间五欲啊，就是离欲恶不善之法，离欲。那么如果你还懒着无欲，就跟世间人一样啊，就追求名闻利养啊，世间无欲啊，那这个就基本上就远离身的这种概念跟范畴啊。那第四个啊，就是没有家庭啊，就是离淫欲非犯恨啊，淫欲就是非犯恨，淫欲就是非犯恨啊，所以离淫欲啊，所以就是再没有淫欲这件事啊。那么他当然啊也出家。好，那这个是所谓的以舍世间诸事业。好，那我们从这里讲，大比沙论说舍世间事业，我以乞求为业。那
祈求的范围，所以一般来讲，因为这样，所以他对在家，就是出家人，他的一个生活的指导原则，就是所谓的四圣种。这个是所谓的四圣种，这个是四圣种。啊，四圣种就是在饮食、衣服、卧具这边，医药也是的，但是医药不是常常有。啊，因为出家人所要祈求的。最多的天天要的就是饮食、啊、每天一次吗？然后衣服没有，衣服就要一次，那什么时候再要呢？被偷坏掉、啊、不能穿的时候再要，那要一次就可以持续很久了、啊、那你要没有了你才要，你有了，比如说你也有一件衣服、啊、比如说我这一件的话，比如说穿三年坏掉，那坏掉了我再去要，如果没有的话，那不能要新的啊、基本上以前是这样的啦、啊、所以衣服不是常常去要，那卧具呢也没有、啊、卧具也跟衣服一样、啊、那么坏掉了才去要的、啊、那个坐具卧具，那另外、啊、饮食是天天要的、啊、几乎天天要了、啊、就是一天一次，那所以基本上就叫做起食、啊、那么但是这个是比较常有的，那医药是有生病的时候才要，没生病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那有些人一辈子都不生病，那就一辈子都不要、啊、不用祈求医药。好，那么随着这个来讲、啊、所以他这里就为出家众说四圣种、啊、就是因为这个增进大德身，增进大德身就是圣意身、啊、那其实就是圣者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所以你要成为、啊、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圣意生，那么基本上你要遵循这样的生活原则或是指导原则、啊、所以随所得食喜足、啊、就是你满足了，就是你不追求这个、啊、那么衣卧具，另外乐、啊、断乐修最重要在这里，乐、啊、断乐修、啊、那就是前面说的、啊、前面这个记文说的啊，永断烦恼。前面这个记说啊，或有爱种，永与尽，我所寂灭根亦除。啊，断就是断烦恼啊，修就是修圣道。啊，但也有说断苦啊，修定啊，那基本上就是断烦恼，修圣道。乐断烦恼，乐修圣道。那因为乐断烦恼，乐修圣道，所以你才能够断贪嗔痴，你能断我见我爱。你才能够断生死轮回，或有爱种，永以灭、啊、才能够这样、啊、这个是这个记基本上是在讲这个所谓的身它的内涵、啊、然后是它的外相、啊、然后是它的种类、啊、那它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所谓的俗身跟俗是不一样的嘛、啊、就是在家跟出家啦，身跟俗、啊、它基本上是在家跟出家，那另外身里面又有分圣意身跟世俗身啊，圣意的就真实的啊，跟不是就世间的啊，这个时候后面又讲的啊，增进大德身啊，就这些圣意的跟世俗的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那大概这个偈就是在讲这一些啊，在讲这一些，就是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好。那这个是以舍世间诸事业啊，我们大概就知道什么是世间诸事业。好，那好，还有要讲就是这个是啊，第一个简单讲就是生活方式，农作商务，用作自在。再多一点讲啊，就是舍世俗相好，舍活命等世间事业，这就是这种农作商务，用作自在。然后舍歌舞等人间五欲，然后离淫欲。好，那还有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更复杂一点点的啊，就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就是《一教经》里面说的啊，四不得，《一教经》里面有四不得，我们就顺带讲啊。说到一教经的四不得啊，就是包括舍离世间，他已经成就，已经舍了啊，所以他已经出家了，然后他已经修行啊，然后能够断某些烦恼，只要证出果就断烦恼了，
正出果就是圣身啊，学无学忍嘛。好，那一教经里面有讲四不得啊，四不得就是四种应该舍离的啊，就是佛对这些比丘讲应该要舍离的啊，他已舍，那告诉你应舍啊，那这些是已舍的，所以值得我们尊敬啊。一教经啊有讲啊，他讲啊持境界者啊就是正命的了。那这个是我把它归纳的啊，就是有四不得，一啊，我们讲四不得，不得啊，这个贩卖贸易安置田宅啊，就是这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就知道了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啊，大宇佛上面讲的四种啊，然后再多一点就是这个《瑜伽师经》里面讲的啊，那四种啊。那再多一点的就是这个一教经里面讲的四不得啊。好，我们先来看啊，不得贩卖贸易，这个就是商贩卖贸易，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啊，这个就讲的详细一点了啊，安置田宅，蓄养人民奴婢畜生啊，蓄养人民奴婢畜生啊，然后另外一切种植及出财宝皆当远离。也是不得啊，种植就是农，集珠财宝就是商啊，集珠财宝皆当远离啊，都要舍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要舍啊，你舍好，这是第一个不得啊，他说好像要避火坑一样啊，就我们就不写了啊，就主要是讲这个，然后第二个。不得啊，就一教经的四不得了啊，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啊，这个就是农工啊，农作啊，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和合汤药瞻向吉凶啊，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自在业啊，和合汤药，这个医生啊，和合汤药，然后瞻向吉凶啊，这可能也是属于自在啊，自由业啊，就是算命的啊，看风水的啊，这一些的，这些都属于比较自在业的啊，那。仰观星宿，推步云虚，啊，一样。啊，占相吉凶啊，算命类似都是类似像这样的了，啊，然后历数算计，啊，那写很多种。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说自在业。好，这个是第二个不得，第三个不得啊，这个应该也是包含在自在业里面了啊，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啊，就参与政治了，参与世事。通治使命啊，做密使啊，作数先要结好贵人啊，攀附权贵了啊，
咒术仙药。轻后斜慢啊，好，这是第三不得，第四不得啊，基本上啊就简单一点啊，不得啊，就是主要是内在的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啊，就是我们叫做装神弄鬼了啊，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啊，自己没有那么好，啊，掩饰自己的不好，然后就装着啊，就是显异惑众啊，装着像很厉害一样啊，显异惑众。好，那么舍世间事业啊，基本上也是类似像啊《一教经》里面讲的啊，就是不得啊。贩卖贸易、安置田宅、斩伐草木、啊，垦土掘地、参与世事、通知使命、包藏瑕疵、显异惑众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啊，大概知道所谓的世间事业，简单的讲啊，就是类似像我们讲四农工商这样的。那农作商务，庸作自在啊。那么再多一点讲啊，就是从形象啊，从这个《瑜伽师》里面说的啊，也是四种啊，就是舍世俗相啊。舍世间事业，就是大毗婆沙论的四种，就是瑜伽师的第二种啊，舍世间事业。那么另外啊，就是要舍离这个世间的五欲，那舍离淫欲啊，就出家了啊，就不以家庭为主了啊，就没有太太，没有先生了啊。好，那这个大毗婆沙论的四种事业，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啊，第二种。那瑜伽师论说的啊，就是整个包括从外在到内在啊。那一教经里面说的啊，就包含就在延伸这个世间事业的范围啊，就是大概属于这些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啊，所谓出家到底以舍世间诸事业，它是以舍，那到底出家要舍离什么？要舍掉什么世间事业？什么是世间事业？那讲这个好，那这一句我们已经知道了。好，种种功德所住处啊，那这个我们上次有说到，那出家的功德啊，最主要这些甚深的功德，最重要就是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啊，它是世间的福田啊，所以种种功德所住处。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啊，所谓如来圣众啊，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之见成就啊，种种功德所住处，就是他是具有这些功德的人啊。我们这边写一下好了啊，种种功德所住处。好，这个就好、哦。另外讲到这个四圣众啊，好、啊，这个大毗婆沙论说，舍世间事业，我以乞求为业。那么祈求里面就是包括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那佛就依着这个来讲四圣种啊，就乐断乐修。最重要就是乐断烦恼，乐修圣道。好，那这个我们就擦掉了啊。啊，就以舍世间诸事业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来讲种种功德所住处。跟一阿含，跟一阿含，高传品。他说：“如来圣众，就是前面讲的四双八倍那中阿含就讲的四双八倍，再分的更多一点，学。”
有十八种，武学有九种，就二十七种，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八种，叫做四双八倍啊，我们就简单讲就可以了。好，那么如来慎重啊，戒成就，它到底具有什么功德啊？那前面的偈也有讲啊，就是他已经成为圣者啊，后有爱种断掉了啊，烦恼有些都降伏掉，有些断掉了啊。那么最初的啊，就是出果也断三解，观念上的错误啊，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啊。那么戒成就、定成就啊、三昧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知见成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分法身了 啊，解脱成就。它为什么值得我们皈依？为什么值得我们供养？为什么值得我们恭敬？为什么值得我们赞叹？啊，其实是这样啊，解脱知见成就，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啊，我们说的五分法身，戒定三昧就是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解脱知见五分法身。那这里说的就是啊，一切功德，种种功德所住处啊，就是福田。这个啊，上次有讲啊，那么慎重大海行福田啊，好。那后面说一切众中为最上，起手增进大德身。好，那么一切众生中，一切众生中，那么是最上的啊，就是最为上等的，就是最值得我们恭敬赞叹供养的，所以我顶礼啊，起手就是顶礼，五体投地增进大德身。好，来讲这个增进大德身，那么这个增进，好，起手增进大德身，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啊，第一个是什么？什么是世间诸事业？第二个什么是增进大德身？好，增进，我们先来讲大智度论的说法，这个是大智度论说的。智论啊，卷九十九啊，我们发现这个前面的偈哦，在九十九里面有很多都有解释啊，卷九十九一百这边啊，最后都稍微有讲到啊，讲到最前面的偈啊，包括归敬佛宝、归敬法宝。好，那他说，得诸法实相名为佛，那这个我们在说归敬法宝偈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得诸法实相名为佛，得诸法实相有差别故，有须陀洹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学无学，乃至辟支佛，
大菩萨。大菩萨是指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只有无生法忍菩萨他才证诸法实相，无生法忍以下的那就没有。我们讲这个菩萨，大智慧里面讲的菩萨有四种，后面也会讲到这个菩萨，菩萨主要有四种，初发心、九修行、阿比拔智，就不退转得无生法忍了阿比拔智跟一生不处。那这个是凡夫，这个是圣，这个是凡夫，这个是圣者，这个是有得诸法实相的圣者。好，那这个是大菩萨指的是这一边的这边才是大菩萨，这边才是大菩萨。他说四名真佛弟子，四名这些都是佛弟子四名真佛弟子，真正的真实的那就是真净的真净身四名真佛弟子。佛弟子不管，那这里是包括在家出家这里是包括在家出家，因为菩萨也有在家的那身一定是出家的主要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说的。好，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它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智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般若它是这么说的。卷二十七它总共三十卷最后面了摩诃般若卷二十七，他是这样讲他说世人行般若波罗蜜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名为真佛弟子。不虚妄受人信施。所以是一切功德所住处不虚妄受人信施。就是说你供养他你一定会有福报了你一定会从他那边得到利益了。世人应受供养为世间福田，好，那么这里是所谓讲到所谓增进大德身增进大德身。好，那还提到大智论里面把这个身分作主要分作几种我们先来看这个是他在讲所谓的增进大德身。好，那这个智论里面先说到那么最重要所谓的增进大德就是得诸法实相得诸法实相，那这是行般若波罗蜜才能得诸法实相那么
主要是这样，他才是真佛弟子啊。那真进大德身，好，那么所谓的真进大德身啊，我们再来看，就是他把经典里面把所谓的身一般分作两类，凡夫跟圣者。那有的把圣者分成三类，有的把凡夫分成三类啊，就是把它分开来啊，分开来说啊。我们来讲所谓的真进大德身，真进就是圣意的意思了。诚实论里面啊，在讲这个归净记的时候啊，他就这么讲，义理真净法即圣弟子众。那么真净法就是圣义法啊。诚实论在讲归，诚实论前面也有这个论，前面也有一个归净三宝记啊。他的归净三宝记前面就讲啊，义理真净法即圣弟子众啊。那这个真净的意思其实就是圣义的意思，圣义身啊，那么真实的啊，圣意的啊，好，真正的好。那么他说义理真净法，那么真净就是圣意的意思啊，能够得圣道的义理真净法即圣弟子众，即圣弟子众啊，就是所谓前面的四双八倍啊。那这个真净基本上就是圣意的意思，圣义地，圣义法，啊，好。那再讲到所谓的圣义啊，我们就稍微分一下，就是这些真净大德身啊，那么先来看这个长阿含啊，把所谓的身分成四类啊，长阿含把身分成四类。第一个叫做圣道，叫做圣道沙门啊。然后第二个叫做说道沙门，这个道啊就是解脱道啊，阿含经里面都是解脱道啊。然后这个活道啊，就是我们说的菩提道了啊。啊，坏道啊，他把它分成这四个。这个是活道，这个是坏道。那这里是把所谓的好的跟不好的分。那一般来讲啊，只有这个是不好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如果依这个难传的啊，那么或是其他的说法，它有时候叫圣道，有时候叫行道、说道、医道跟巫道，啊，行道、说道，啊，依难传的小部经典，啊，行道、说道、医道、巫道，啊，大智度论有不同的分法哦，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就是所谓的身啊，沙门啊，他把它分这几类啊，就是他所谓的真净是指哪些啊？那么所谓的行道沙门，如果依南传的小部的经典来讲，它是指啊，指这个得圣道的圣者，四果的得圣道的，这个是四果的圣者。得圣道，这个是四果圣者，阿罗汉。那么说道，他也得圣道啊，但是他是出果道三果，这个就是无学。他是这么分的 啊。那这个是有学啊，出果道三果啊，加正确理解便为人解说啊，正确理解圣道，并为人解说。为人解说，那这个是有学啊，他们是这么分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这么分啊？啊，我们不知道啦，但是有人这么分的，那有些可能就是行道、说道、医道啊，那
并为人解说。那这个是出国到三国，就有学。好，那这个医道就是凡夫啦，但是他是认真受持正法，就是他真正就是他就是像我们一般努力修行，但是还没证圣果的人，这一部分的人都可以说是医道依着佛说的圣道，依正法律而修行的人，但是他还没证圣果那么这个就在医道活道沙门认真修行正法律的人。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凡夫这个过去就是凡夫了，这个是圣者，这个是凡夫，但是这个也是还没证凡夫之前他才能得这个就是一般的凡夫，但是他认真修行的人，他是清净修行的人我们把这个简单写比较容易记清净修道的是清净修道的那么这个也是值得供养的啦但是他不是真净大德身但是他也是清净的，他是清净修道的，但是他是凡夫，这个是凡夫清净修道的可以这么讲了，凡夫清净修道的那么悟道沙门就是他是凡夫，但是他不认真修道，他是为什么名闻利养的，贪图名闻利养的那就是贪图供养的贪图名闻利养就是前面的世事供养贪图供养贪图名闻利养的名声然后利养权力的利养他也是凡夫。好，这个是阿含经里面的分法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分法我们来顺便看一下讲这个真经大德身，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依阿含经那么真经大德身这两个肯定是那这个勉强可以是基本上因为他也是清净过生活嘛，虽然还没证圣道，但是他这样修也可以证圣道但是还没证圣道。好，那这个是所谓的真经大德身，如果依那我们再用其他的，就是这个是阿含经的分类南传的北传的阿含经的分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或是律典的分类又不一样，主要是圣义身好，我们来看如果是依律典的话这律典也有很多部律它讲的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依十诵律十诵律也把所谓的身分成四类，但是有一类是圣义身而已就是破烦恼的得圣道的，这个叫圣义身它一个叫做十诵律分名指比丘有时候叫比丘，有时候叫沙门，都一样名字比丘那智言比丘，智言比丘这是说自己说自己是比丘，但实际上从他的行为来看他不是真正的比丘是这样智言比丘那么第三个维起比丘第四个破烦恼比丘那很明显的就是破烦恼那这个就是一般的维起，就是一般起始的那这两个就是他比较不持守戒律 不知道佛法的这个名字但有名字没有实义但有名字这个是但有名字就是他有名无实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自说非是，自己说自己是，但其实他不是也是类似像有名无实这一类的那所以真正身见大德身就是这个破烦恼另外这个律典他也有有其他的我们就不用再
那么举其他的啊，我们就举大制度论的制度论的啊，大制度论讲四种，讲四种。那么它是讲啊，有修无修，有修身无修身，无修身，有惭愧无惭愧的啊，有修身无修身。那么亚阳身啊，亚阳身，还有真实身。好，所以这个他这个真见大德身指的是这个。那么有修身就是有惭愧的，有惭愧心的，这个都是世俗的，这三个都是世俗的，这三个都是世俗的啊，应该是这样啊，这三个世俗。有修身就是有惭愧心的，有惭愧心就会持戒了，不会造恶业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阿含经》里面说啊，人跟畜生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惭愧心啊。那么修道如果没有惭愧心，就会犯很多戒啊，不持守戒律，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无修身啊，基本上就是犯戒没有惭愧的啊，差别就在这里了。这个就是有持戒的啊，有跟犯戒的。那另外就是啊，那么他虽然有持戒，但是他愚痴啊，他也不晓得戒的目的啊、意义啊。啊，例如像这样，愚痴，愚痴不知正法律啊，只知道持戒，不晓得为什么要持戒啊。那有时候持戒反而跟法背道而驰，他也不知道啊，不知正法律，不能也不能为人家讲啊，也不能说。那么这个把它叫做亚阳身啊。那么真实身啊，就是有修有证，有修有证的啊。那大智慧里面的真进大德身啊，明显就是指的这个啊，基本上是这样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啊，那这个一切众中为最上，起手增进大德身。那么一切众，这个一切众基本上比较是属于啊，我们可以广义的来讲，就是一切众生。但是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众啊，基本上就是生是和合众，就是一切修行团体里面啊，如果是生呢、啊，你基本上因为生现在有所谓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个人啊，出家众，出家生；一个就是团体。团体和合众，众和合生是和合众的意思。那么一切众就是一切团体。那么因为佛陀时代有很多很多修行的团体，沙门集团啊。那么这所以从两个意思来讲，就是说从修行团体来讲，叫佛教啊，佛教的这些生众是和合生，是一切修行团体里面最值得尊重的。从个人来讲，啊，这个圣一生啊，是一切修行者里面最值得尊重的啊，基本上是这样。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讲完了之后啊，他就说：“一心恭敬三宝矣。”啊，就是我们归敬佛法僧。然后他后面就接着说啊，特别提出来：“菩萨僧以及声闻僧。”菩萨僧里面主要是弥勒啊，弥勒菩萨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为什么不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不是般若吗？那这个声闻僧里面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须菩提。好，先来讲啊，那菩萨僧里面主要是弥勒菩萨。好，那为什么不是文殊菩萨呢？啊，那其实早期最早的菩萨。最早的菩萨是弥勒跟文殊，但是弥勒是最早的，像南传的只相信有弥勒菩萨，不相信弥勒菩萨之外的，其他菩萨，就是世间只有一个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如果再有，那就是已经成佛的释迦菩萨，那大圣当然就有很多菩萨。那虽然我们说般若经有文殊般若。跟这个般若经是同源异流，就是发展的不太一样，那文殊在般若经中里面，也是就是说非常常见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般若经最初，其实也没有，就是也没有文殊，就最初的般若是没有文殊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一般说前五位就般若经里面的前五位，摩诃般若前五位，那就是一般我们说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了那也没有，就是前五位了。那中品跟下品就是上品，中般若经就分上中下品嘛。那即使是比较早期的中品跟下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中品那这个前面的就是比较早翻译的汉译无译那是三国时代，那么就是它有文书。但是下品的比更近前宋译本都没有讲到文殊那这里是像龙树在的时代，基本上文殊就很有名了就是有文殊了，就是已经提到很多文殊的经典了。不过这里以弥勒为主，当然还包括弥勒主要是下当来下生，当来下生要成佛的，就是释迦佛成佛之后，下一尊佛就是弥勒那我们先来讲到这个弥勒，所谓的弥勒菩萨阿逸多弥勒，那么在中阿含里面弥勒阿逸多弥勒是持世的意思，就是他的姓阿逸多是免，就无能胜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就是先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就知道了。一心恭敬三宝矣，就佛法僧，就是他前面讲的偈了那现在讲来这个就是弥勒先讲弥勒，等一下再讲就是的概念因为其实佛在阿含经或在其他经典里面，那就是在佛法里面常常被称作所谓救世主、救世者那么那。为什么叫做救世这个等一下再来说，先讲弥勒那弥勒阿逸多这个是持无能胜。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把这个是一个人是一个人那我们的理解就是第一个
啊，弥勒阿逸多现在在哪里啊？这是一生补处菩萨，他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那我们说大乘佛法啊，那么有四种菩萨啊，阿比拔次再过来就一生补处，一生补处过来就是佛了，就成佛了，就最后生佛了啊，一生补处菩萨。那么他住在啊，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了，多帅念院啊，多帅到底有没有内院哈？这件事我们说还有得商量了哈，就是多帅到底有没有内院啊？那么一般来讲啊，我们就一般是讲多帅念院了。那其实正就是比较那个刻实的说法，就是他住在多帅天了。好，那多帅天是欲界的第四天，那当来下生，一生补处，所以他当来下生成佛，是释迦佛之后 的佛啊，就是一般我们讲是有些是说过五十六亿年啊，就是这怎么算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八万岁或是八万四千岁有两种说法，人寿八万岁或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会来成佛，啊，当来下生成佛。那么有一本经叫做弥勒也有三经啊，那主要是当来下生经跟当来上生经啊，当来下生成佛。好，那是人寿八万岁啊，有时候是八万四千岁，八万或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当来下生成佛啊，这是我们一般佛教所知道的啦。那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还有啊，就是说瑜伽师就认识吴佐去弥勒那边听来的，那到底是弥勒来人间跟他讲，还是他去多帅天听弥勒讲啊？那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比较啊，就是比较实在的说法就是这个弥勒不是天上那个弥勒啊，或者是天上那个弥勒视线为人间的弥勒，弥勒菩萨就是人间的弥勒，那么他来为弥陀，就是他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他是说当时的弥勒论师啦，啊，就是吴佐菩萨，啊，吴佐菩萨是跟弥勒学的，那应该是跟弥勒论师，就好像龙树也叫做菩萨，叫做龙树菩萨。啊，那其实是这样。那所有具四千也叫做菩萨，叫做四千菩萨。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人叫做弥勒，叫做弥勒菩萨，所以我们就跟他多帅天的论连在一起了。啊，那或是说就说成是多帅天的弥勒菩萨学的，后来就变成弥勒菩萨是专门学唯识的，讲唯识的。那这种说法其实应该是还有得商量了。为什么？因为佛道同。弥勒菩萨说的法，那么不会有异于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也不会跟迦摄佛，释迦佛前一尊是迦摄佛嘛，啊，也不会跟迦摄佛说的法不一样，迦摄佛也不会跟居那含牟尼佛说的不一样，啊，那甚至未来啊，未来的佛也不会不一样，因为真理是一样的，他说法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可能用放光的啦，可能用饭的啦，像宝鸡佛陀就用那个饭的味道来说法啊，有的用光啦，有的用声音啦，我们真的很多种，但是它的内涵应该是一样的啊。那后来就是我们对弥勒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啦，啊，就是他是唯识的啊，所以你唯识不懂，很多唯识的学者，他唯识不懂，他就是什么？啊，能够希望能够上升到多帅天去问弥勒，就变成弥勒是专门修唯识的啦。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好，那就是弥勒阿逸多是同一个人，但在中阿含经里面，弥勒跟阿逸多是不同的人。啊，就是佛陀当时在说法，啊，是哪一本经？我看一下，佛陀当时在说法啊，那中阿含。
那他跟这些比丘说啊，他说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有佛啊，有佛叫做弥勒如来啊。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因为最初是说八万岁的时候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罗王出世啊。这个时候阿逸多比丘啊，他叫做阿逸多比丘，他就起来说：“那我发愿，我未来啊要做这个转轮圣王。”啊，然后这个出家修道啊，就是我未来要做转轮圣王了。那佛就呵责他啊，说你应该要求解脱，而不是啊，那么做转轮圣王。因为转轮圣王也是轮回生死。那后来佛又说，那八万岁的时候还有佛出世，叫做弥勒如来。那当时有一个弥勒比丘啊，当时有一个弥勒比丘。那所以我们说，那现在的兜率天的弥勒菩萨是不是当佛弟子弥勒比丘啊？那么如果从这个来讲的话，中阿含经啊，中阿含经里面啊，那讲的这个弥勒比丘后来发愿啊，未来要成为弥勒佛、弥勒如来啊，就是他当来成佛啊。因为佛跟这个比丘讲，第一个未来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罗王啊，就有一个阿逸多起来说，那么我发愿未来做转轮圣王，佛就呵责他啊，你这样的愿是愚痴的啊，你应该发愿要求解脱啊，你怎么发愿要去做这个转轮圣王啊？那这个跟这个波斯匿王啊，那么三个月结下供养深重以后，他就说他所做一半了。佛陀就跟他讲：“国王啊，你所做一半了，你这些福报是会用尽的，你要发愿求解脱啊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后来就又跟比丘讲啊，那么未来会有佛出世，叫做弥勒如来啊，那就有一个弥勒比丘啊起来说啊，他未来啊发愿要做佛啊，就像弥勒，就是他要成为弥勒如来啊。那大概有这样的说法啊，这样的说法。好，那所以我们现后来的弥勒传说就非常非常多了。多到甚至世间人就说他弥勒再来啊，作乱的政治作乱的啊，比如说明朝的这个白莲教啊，就自称是啊弥勒再来的啊，类似像这样的啊，所以弥勒的传说非常复杂啊。不过未来佛叫做弥勒，这个是南北传一致的传说了啊，南北传一致的传说啊。他后面也有讲啊，就是说《中阿含本末经》里面。啊，有讲啊，那当得作佛啊，号弥勒。好，那现在讲就是，其实我们先讲说弥勒在多帅天啊，那在他当来下就是八万岁，或者是八万四千岁，有两种说法。那啊，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啊。一般佛教是这么说啊，就是人寿从十岁。人寿从十岁叫做增减劫，一增一减啊。人寿从十岁，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啊，加加加加到八万四千岁。啊，百年加一，百年加一岁啊，那么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那这个是叫做增劫，一增嘛，百年加一嘛，增劫。那么再从八万四千岁，百年减一啊，百年减一，百年减一，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个叫做减劫。那一增一减就是一小节，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啊，在比如说释迦佛时代是人寿是百岁，
释迦佛时代人寿是百岁，啊，我们现在了哈，释迦佛时代是百岁，人寿是一百岁，啊，那一百岁不是说一定一百岁，啊，它是看看人有增有减，啊，那减得多增得少，啊，大部分的人不尽其寿，啊，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讲，四大洲，南阎浮提，北俱卢洲。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只有北俱卢州的人能够尽其寿，啊，那么其他的人大概都不尽其寿。那么多的少，减的多，啊，就是减寿的比较多，那么增寿的很少。为什么？那这个是因为啊，那么当你福报享尽，或是受用太过，或是缺德的时候，他会减寿。那多数的人没有，那么你。修福修慧的话，有可能增加啊，就是一百岁就超过。那但是多数的人都是减的，啊，很少啊，能够尽寿的人就少了，何况是增加的，啊，但是增减还是有差的。好，那释迦佛的时代是一百岁，那如果是现在是减劫，我们现在是减劫了，现在是减的时候，那一百岁，一百岁，一百年减一岁，如果照这样算了，所以佛教的说法，一百年减一岁，释迦佛到现在过什么？过了几年？过了2500年，那2500年就减25岁啊，所以现在如果依佛教的说法了，现在减劫嘛，释迦牟尼是他100岁嘛，释迦牟尼是2500年前嘛，那所以就减了25岁。现在的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75岁啊，那么有多的有少的，那大概了，那也差不多了啊，那女众比男众好像多3岁的样子啊，那大概这样，那个是佛教的说法。好，那我们现在是减劫啊，那。弥勒佛是现在减到10岁的时候，啊，那经典也有讲啊，人寿10岁的时候，5岁就结婚生子啊，就像动物一样嘛，啊，动物大概5岁啊，或是几岁啊，它就相当结婚生子啊，它的寿命大概就这样啊，在人间的像一只狗、一只猫，大概就是人间的，它的100岁大概就是人间的10岁啊，它大概这样了啊，那。就是人寿10岁的时候啊，那么人5岁就结婚生子了啊。那这个是现在减劫，减到十岁，那10岁再增到84000岁的时候，或是80000岁的时候，弥勒来成佛。那么你能够升到80000，你要到你就是说你要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有些人发愿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能也来这个世间跟着来。那基本上第一个你要相应，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依般若经来说，你要升到有佛国土，那么它有两种相应，这两种相应你没有，你就升不到。一个叫做心相应，一个叫做行相应，就是你要有菩萨心跟菩萨行啊。那么当然，你要跟这个佛相应啊！你要发愿要这个佛，这个地方。比如说，弥勒84000岁来这边成佛的时候，如果你要跟着来，第一个你到兜率天，当然你就跟着来了啊。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心，你第一个你要有菩提，你菩提心，你才能够弥勒来的时候三会龙华三会就成佛嘛。那就是你那个心要相应。那弥勒的这样的一个心，最主要的就是。因为84000岁人寿几岁跟你的杀业有很大的关系。那弥勒我们知道弥勒最主要跟其他佛最主要的差别啊，他慈心嘛，所有的佛都是圆满的啦，但是弥勒一开始就是依慈心的啊，慈跟悲不太一样，慈就是娱乐，就是他尽量给人欢喜。那我们这个寺院里面，弥勒第一个他在山门口，哈哈，就皆大欢喜；第二个在斋堂里面，哈，那当然这个都是有因缘的啦，哈。那主要就是这个弥勒是给人欢喜的。那第二个就是他发心，他的发心就是从初发心就不食众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也有传说说弥勒跟释迦佛是一起在修行的。弥勒发心比释迦佛还早，但释迦佛因为精进，啊，那这个是传说啦，但是大智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啊，就是一只脚站菩萨佛嘛，
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就七日七夜啊，一只脚站着，那么赞叹这个佛啊，那表示他的精进啊，那么一精进得道，啊，那释迦佛跟弥勒佛最大的差别也是，释迦佛是悲心，释迦佛是悲心，就是在最苦的地方，就是五浊恶世，在五浊恶世成佛，那弥勒是在类似天上的世界。啊，那就是人间八万四千岁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可以八万四千岁？一定要你慈心，你的慈心不够啊，那杀业多，你是不可能八万四千岁的啊。那所以基本上是慈心相应，还有就是菩萨行，通常就是菩萨心跟菩萨行相应，你就会升到有佛国土。那么你要相应，一定要跟般若相应。这个般若经有讲哦，啊，下次我们再来引用啊。人家就跟般若相应，那么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见佛、念佛，而是你见法，然后修法，重点在这里啊。那你就能够升到有佛国土啊。那就好像你虽然没有天天念弥勒菩萨的圣号，没有诵弥勒上生经或下生经，没有。但是你的慈心，你学习弥勒菩萨的慈心，你虽然没有天天念弥勒圣号拜弥勒菩萨，但是你学习弥勒的慈心，你就比较容易升到弥勒的国土，因为相应嘛。这个唯识也有类似像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他也在说明这种道理。无着不是要见弥勒菩萨啊，然后就拜了三年又三年，然后都见不到弥勒菩萨啊，好像总共拜了九年的样子。啊，这是故事啊，然后他都见不到弥勒菩萨，后来他就放弃了。他山下的时候看见一只狗，癞痢狗，身上都是虫，然后他就对这只狗起很大的慈悲心，就觉得这只狗很可怜啊。但是他又不想伤害那个虫。你看哦，如果是我们，我们就用把那个虫挑出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丢掉，然后救那只狗。可是你救那只狗，那只虫也是可怜啊，那你怎么办？所以他又怕伤害那些虫，他就用舌头，啊，去把那些虫舔出来哦，然后好像用一个罐子，要用什么装的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他非常的，就是那个慈心非常的重，所以这个时候他拜了九年见不到弥勒菩萨，但是因为他的心行相应，弥勒菩萨就现前了，啊，你看他就讲这个道理嘛，般若经也在讲这种道理哦。你要升到有佛国土，不是你天天念佛拜佛发愿就不是，心行要相应啊。这个智论里面也有讲啊，就我们讲到的时候再顺便讲，就顺便提到这种概念了、啊。那多数的人不知道，多数人不知道，都以为啊念佛的名字，然后拜佛供养佛啊，然后发愿到佛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了。不是，重点在心跟行，菩萨心跟菩萨行。那你要相应你这个菩萨的菩萨心、菩萨行。啊，相应嘛，佛法就是缘起的嘛，你要相应才合乎缘起啊。啊，好，那这个是讲到弥勒啊，阿逸多啊，阿逸多无人胜，就是他的慈啊，慈无人胜。好，那、啊、这个是讲到弥勒啊，那我们再来讲啊，救世的概念啊，这个救世的概念，我们说其实。真正的救世者，无上救世者基本上是佛，但是因为弥勒是当来成佛的，这些都是菩萨。那前面的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菩萨身嘛？菩萨身的代表是弥勒，因为他是一生不处，他是当来成佛啊。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啦。那救世啊，我们来讲一下救世的概念。什么是救世？这个大智度论也有解释，我觉得前面的记很多大智度论后面都有解释了啊。好，他说大智度论见释971，智论卷71，他说救世间者啊，救世就是救世间者，他也是一般若经的啦。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我们先写般若经，再写大智度论好了。啊，没关系，先解自论，救世间者，啊，就是这个救世啊。
就是救世间者。那如人为怨贼所逐，就是被强盗土匪追了啊，要杀他，要抢他的东西了啊。若亲戚，若官吏能救，若亲戚啊，就是你的亲人，或是政府啊，警察啊，亲戚，若亲戚，若官吏能救，官府的了啊，能够救。就是为啦，就是只有啊，可能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啊，其实有些人有慈悲心，看也会啦，也会帮助他啦啊，但是就不一定啊，就是善人也可以啦啊，亲戚官吏能救。众生亦如是。恶罪诸烦恼因缘啊，我们有因造恶而受的一些罪报，就是苦报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因为烦恼啊，诸烦恼因缘。即魔啊，障道的啊，有一些障道法所魔名所逐。魔基本上是障道啊，就上次应该我们也有说过了啊。那障道不一定是不好的，有时候是给你好的，给你名闻利养，知道你这个人贪财，就送你很多财，你就迷失在财里面了；知道你好名，就给你很大的名声，你就迷失在名声里面了啊。那你迷失了，你就不知道要修道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即魔名所逐。为诸佛能说法救护啊啊，所以救世者真正的救世者是佛啊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但是菩萨也是啊，为诸佛能说法救护。那这个是引般若经的啊，我们来看啊，般若经就是自论是解释般若经的啊，摩诃般若，它是解释般若经的啊，摩诃般若。摩诃般若卷十五。他说：“菩萨摩诃萨为救世间故啊，前面有三个啊，讲很多种啊，那我们写三个就好啊。菩萨摩诃萨虽然佛是真正能救世间，但菩萨也是啊，圣者的菩萨啊，菩萨摩诃萨啊，为安稳世间故，为乐世间故，为救世间故。”为安稳世间故，为乐世间故。他后面还有了哈，那我们写三个就好。为乐世间故，为救世间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无上菩提心，
那他就在解释，那什么叫做为救世坚固呢？啊，现在因为我们讲到救世的弥勒啊，其实就是菩萨摩诃萨，弥勒是属于菩萨摩诃萨啊，他还没成佛。我们不能讲弥勒佛，我们只能讲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还没成佛。如果你要讲他是佛，你要前面要加，就是未来世叫做当来下生弥勒佛，因为他还没成佛嘛，他是弥勒菩萨啊。那所以这里讲啊，他说这个他在解释，那大智论就解释为什么菩萨摩诃萨是救世间者呢？啊，他说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他因为他第一个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为了要救护世间，这个就我们说过的菩萨有三心，菩提心、大悲心。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其实就讲了这个。因为你为什么要成佛？你证阿罗汉，你也解脱离苦啊。你证阿罗汉也离苦啊，你为什么要成佛？因为证阿罗汉快一点的话，三生就证阿罗汉了。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部派的说法。龙树的说法，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更多，啊，那么所以如果说你盖一间房子要三天，你为什么要用三十年去盖一间房子？啊，因为这三十年盖的房子可以利益非常多的人嘛，你三天盖的房子只能让你遮风避雨啊，啊，这不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菩提心，这个菩提啊，一般来讲菩提心有三种菩提哦。一般我们说的菩提心是三，菩提是正觉的意思而已啊，啊，那么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佛菩提。那菩萨发的心不是声闻菩提，不是缘觉菩提，是佛菩提。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佛菩提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菩提。其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成佛？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啊，就是未来要成佛的心。那为什么要成佛？因为要利益众生，要救护众生，啊，就讲到这个，啊，所以一般我们说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啊，就讲到三心，啊，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再来讲，啊，那这个他说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他就在解释，啊，什么叫做为救世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什么意思，啊，说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这个是讲到什么叫做救世菩萨啊？那菩萨的代表弥勒啊，其实这个下面就是救世弥勒等菩萨，其实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以弥勒为代表，弥勒等菩萨啊，其实是这样，因为他是菩萨身跟声闻身嘛。好，那么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时候了啊，成佛的时候。那这个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救这个其实是来自于阿含经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啊，因为所有的一切苦，所有的一切苦啊，先把这个写完，我再来说好。就生死中，就众生生死中种种苦，亦为断世苦故而卧修法。而为说法，菩萨要救众生，并不是说他用神通去把众生从生死中救出来，不是，绝对没有这种，不可能。他救众生最重要就是为众生说法，啊，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所以，那我们自己要出离苦，也不是去呼喊菩萨的名字，送菩萨的名号啊，然后送菩萨的咒，然后礼拜菩萨，菩萨就可以救我们，没有，要
要行实践菩萨告诉你的法，你才有可能出离生死之苦。那菩萨要让你出离生死之苦，也不是运用他的神通啊，然后把你救出来，不是，而是运用他的智慧，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告诉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防范苦，已经有的苦要怎么消除啊，那么调伏的苦要怎么断除啊，怎么样不造重的苦，怎么样不受苦局限拘束压迫。那他重点是告诉你方法，他不是加持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一跳就跳出三界。我告诉你，没有这种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修行者很多都是靠所谓靠佛力，靠菩萨仰仗菩萨啊，那么希望念菩萨供养菩萨拜菩萨，然后就希望菩萨能够救他。我告诉你，佛法没有这种事哦。外道是这样讲，但佛法不这样讲啊。我们先来把这个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意味断事苦故，意味断事苦故而为说法啊。众生闻法啊，那众生听了法之后，这样去修行，见以三圣而得度脱。那菩萨会看这个众生啊，那么他应以声闻得度，他就跟他讲解脱法啊。那他比较发大心，跟他讲菩萨法啊，其实是这样。他不叫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啊，跟他讲缘结啊，是就是众生见你而为说法，众生闻法，菩萨不会让每菩萨不是说要每一个人都发大心成佛，没有，那有一些显心就没那么大，但是他要让一切众生都离苦，这个是决定的，这个是悲心啊。那么众生闻法。见以三圣而得度脱，啊，这个是所谓的救世的概念。而得度脱。好，那么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说的。好，那我们要说到刚才要讲啊，就是。这个众生生死中种种苦啊，那所有的苦啊，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讲过，所有的苦不离开，因为有五蕴，这个是业报身啊，五蕴无常，叫做五蕴炽盛。所有的苦总说叫做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底下，因为五蕴炽盛。五蕴，你当你有五蕴的时候，就是身。有五蕴存在，它是一种身。那么五蕴炽盛到最后一定是什么？消失，一定是有灭生死。啊，有五蕴就有生死，有生就有死了。那五蕴的存在本身是身啊，是一种生命。好，那这个五蕴炽盛底下就有所谓的老病、老病、死。啊，就是你五蕴底下，五蕴的存在，身是一种存在，存有，五蕴是一种存在，啊，那身最后一定会是死，炽盛到最后一定是会死，但是他还没死之前，他会经历老、病、死，所以这个是生理上的变化，身体上叫做生理上的变化，生理上的，它基本上。会有所谓老病死，那么心理上的，因为人跟人在一起，他还会有所谓的怨憎会、爱别离、怨憎会、爱别离啊，还有生活上的啊，这个是怨憎会啊，也可以叫心理上的啊，是爱别离，这个是心理上的。啊，这个是心理上，这个是生理上的啊，老病死是生理上的，啊，那么怨憎会爱别离是心理上的，还有求不得，求不得就是生活上的啊，你为了要活的啊，你要什么要长寿要健康啊，要有房子要有车子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反正这很多都求不得啊，那么
开始会有这些苦，老病死怨憎爱别离求不得，啊，那通常《阿含经》里面叫做忧悲恼，啊，十二缘缘起无名行识名色六处爱取有生老病死，啊，忧悲恼苦，啊，就是这里就是忧悲恼。好，那么这些苦，这些苦，这是别说，啊，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那么再加上生，啊，那么就变成，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就七种，啊，那这七种都是因为有这个业报生，叫做五蕴，那五蕴无常变化，它才会苦。如果它不变化，那它就不得苦。好，那所以通常佛法里面，简单讲叫做老病死。阿含经里面就说到世间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啊？我们写一下好了。啊，就是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世间如果没有老病死，佛就不出现在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说的。好，我们好，这个是在解释这个的啊，《般若经》的。那么因为有烦恼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讲一下好啊，因为我们有恶罪，其实就是罪报了，这个我们叫业报身嘛，那所有的众生都一样，那么这个业报身只有烦恼来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苦的原因啊，然后所以那么魔名所逐啊，这个我们说魔是障道的意思啊，它也不一定是伤害你，它有时候是成全你啊，那你喜欢钱它就给你很多钱，你就迷失在里面啊，他你喜欢名，他就给你很大的名声，你就迷失在里面，你就障道啊！他其实是障道因缘。好，那我们来看《阿含经》的说法哦，啊，《阿含经》的说法啊。好，那重点是老病死，重点是五蕴生呐，啊，所以你只有你不受后有的时候，就前面供养就生的时候，就你不受后有，就说你无生呐，啊，无生。外道是讲长生，啊，讲永生。佛教讲无生，因为世间没有长生永生，所谓的长不是一直延续，所谓的永不是真的永远，啊，它还是有个结束，啊，最长最长的是众生里面寿命最长的其实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寿命超过这个非想非非想八万大劫，它甚至超过八万大劫，无间地狱的寿命是最长的，但是它也是最短的。为什么？它是刹那生刹那死，啊，就是我们讲寿命永生长生这一件事，啊，就是生命最长的，啊，可以讲最短。无间地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地狱了，大地狱了，啊，那么它基本上刹那生刹那死，所以他的寿命基本上只有一刹那，他的寿命只有一刹那，一弹指有六十五个刹那，几分之一秒啊，他是刹那生刹那死，但是他死了他并没有离开，他还是以那种单一存在，就这样刹那生刹那死，一超过八万大劫，就是不知道多长啊，所以他既是最长的也是最短的。所以他死了之后啊，比如说他到这个刀山里面死了之后，那风一吹又活起来了，他还是继续受这种苦，啊，还是继续受这种苦，啊，那么就好像啊，我们肚子痛、牙齿痛啊，那个痛是连续的，啊，连续的，然后稍微不痛啊，又很痛啊，痛不痛又很痛，就这样啊。那这个无间地狱，那如果从他没改变这件事来看。他是有改变的，刹那在改变，但是他的苦没改变，他的生命刹那就改变，但是他的苦不改变，一直是这种方式啊，所以就变成啊，这个是既是最长的，也是最短的。那么这个不讲的话，就是不改变啊，永远不改变在生的状态，而且是好的状态，这个是苦的，那个是非想非非想天，非想非非想有八万大劫，无色界以上都是算几万大劫的。啊，非想非非想，啊，据说佛的教佛陀禅定的玉陀罗摩罗子，就升到非想非非想，啊，这个是教佛禅定的老师啊，升到非想非非想，
好，非常非常有八万大劫，啊，无色界都是一万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非常非常想，空无边一万大劫，是无边两万大劫，啊，无所有处四万大劫，成倍，啊，非常非常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那么八万大劫都可以算永生了吗？没有，他八万大劫之后还是会掉下来。但是如果从世间上跟我们这个一百岁啊来比，八万大劫那个不可想象，那个不可想象，太多了啊！那一万年就已经很多了啊，那一百万年算很多了。八万大劫那个不是几万年来算的，那个不是的，它非常非常多，已经数字没办法讲了啊。所以，但是它还是怎么样？如果世间的人来看，就是永生的了啊，就好像一只猫啊，顶多活五岁到十岁。啊，然后他看这个主人，他从年轻到年老，看这个主人都没有改变。你从十岁养这只猫，养到你二十岁，你也改变不了多少啊。但是这只猫已经老了，快死了，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人真好啊，都青春永驻，而且都不死。不会啊，他也会啊，他的感觉啊，他的感觉。如果是一只虫，一只蚊子，寿命两个礼拜，那蚊子来看人，他也觉得是永生啊。那我们来看八万大劫的人也是会这样，其实也是没有很长的，啊，那这个寿命，这个寿命，啊，那这是佛法来讲，只没有永生，没有长生，只有什么无生，因为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有生死就有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就是从人来讲啊。如果是非常非常想，他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没有求不得，没有老，没有病，无受戒的，你讲非常非常想的天人没有，他就在那个禅定境界里面吗？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没有求不得，没有，但是他有死，他还这个八苦是对我们人来讲的了，啊，那大部分的众生也有这些啊，那越三恶道的就越辛苦，啊。那但是他有生必有死，必有死。那么这一次生非想非非想，下一次他就不可能生非想非非想了。当他从非想非非想下来的时候，他不可能再升天。为什么？他天福享尽了吗？天福享尽，他没有修，他就升不了天。他一定是要不是堕三恶道，就是堕在人间。那还要看他没有生非想非非想以前修什么，啊，那业是什么，那才决定。所以他当他再下来的时候，又有啊，又有这些了，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生死中，他在生死中就一定会有这些种种苦，就一定会有这些种种苦，没有办法避免，啊，即使升到非想非非想，他没造任何的业，非想非非想在禅定里面要造什么业？他都没有造任何的业，身口意都不造业。但身口意不造业不代表你清净啊，身口意不造业不代表你清净啊，所以他过去那个业力在成熟，他就又会开始啊，又新一波的轮回啊，新一波的轮回。所以要救众生生死中啊，所以你看《金刚经》讲，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即使是得非想非非想八万大劫，不要说八万四千岁了，八万大劫的人，他都还会有这一些苦。那么，为了让这一些众生离这个苦，他并不是啊。那么，一般我们说啊，比如说啊，地藏菩萨惊奇正开第一门，就把第一的人救出来了，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地藏经》不是这么讲的，就是我们后来讲到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啊，那你如果啊往生了啊，然后那个塔会放在地藏菩萨旁边，就保证不堕三恶道。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不可能啊，哪有可能这样啊？那你如果是这样好，那你把地藏菩萨啊，就你自己的塔会里面，你自己建一间地藏庙，你自己放在地藏菩萨前面，那不是更好啊？那不可能这个样子，他一定是怎么呢？一定是为你说法。啊，那么不是说为你说法你就可以得度哦，没有，你听了法之后，你要去实践，啊，这个后面也会说，你要去实践，那么你才有可能得度，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因为时间到啊，我们还没讲完啊，就先讲到这里。
没关系，下次再继续讲。好，那么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可以了。好，我们礼佛三拜就可以了。